请起立。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无精神啊，你无食饭啊？大家安安，大家好。啊嘛，较差不多。普通时，你有伫看台湾民政会网站的，请你举手我看。普通时，哦，好，请你手放下。啊，若大家有伫看，我咧甲你骗都无多咧。我不如我来骗看卖啊吼，目睭开开，大家目睭开，卖看我，卖看边啊。我问个问题吼，你一定爱举手，不管对唔对，我袂，你答错了，我袂甲你笑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一举手。好，手放来，啊，目睭闭起来，紧起来，来。台湾是台湾的台湾，拢举手，未少人吼。奇怪，这个民进党选举人，拢嘛甲恁讲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啊。啊，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对举手。嗯，对咧。啊，台湾是住伫台湾的台湾，用你举手咧。这两句话同款呢，我请问你咧，你这台湾人，你有台湾的所有权证的举手？你拢无所有权证，你边仔会当讲？你无所有权证，你边仔讲台湾是你的台湾？这个问题足严重呢。台湾人无逻辑观念啊！你会问讲啊奇怪啊？那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啊不是上个台湾？你该看历史嘛？法律的历史到底台湾什么人有权利来决定台湾？该看看，1895年、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内底讲啥？来，马关条约。甲拍出来看卖啊！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底一开始就讲，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共同签这个条约，听清楚无？皇帝对皇帝哦，这个条约第二条，伊讲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周边的群岛和澎湖。永久挂念予日本天皇。我若讲安尼，你不一定听，但是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予你听。我有一只车，我的名，我这只车，我甲过户予咱的总理蔡吉元。请问，这只车现主席的所有权是啥个？蔡总理的对不对？有没有错？没有错呢，就是这只车予因囝去驶。万一啦吼，不幸这车发生车祸，啊爱赔，啊因囝会当讲吼，啊简单啊，我这只车我甲卖掉来赔你就好啊。请问蔡总理因后生要将这只车甲卖掉，会使你卖无？会使无？袂使，这你拢甲你私人有关的，你拢知影；甲国家有关的，你都搞不清楚啊。大日本帝国的皇帝。真清楚，大日本帝国、大清帝国的大皇帝，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陛下签立合约第二条。各位，问题来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周边的群岛和澎湖永久挂予日本天皇，所以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不是日本的哦。咱所读的册，国民党甲你教的册。甲你讲，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周边群岛与澎湖给日本政府 ，no， 不对，是割让给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啊，你的证明提到，好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
讲日本战败嘛唔对呢，是日本天皇战败呢。1941年12月7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这个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偷袭。历史是写偷袭啦，我讲偷袭是不对啦，应该奇袭啦，很奇怪的奇啦，奇袭珍珠港。珍珠港奇袭以后，12月7日，美国的国会向大日本帝国宣战。听清楚哦，不是总统哦，总统没有宣战的权利哦，是美国的国会宣战，向大日本帝国宣战哦。这个大日本帝国代表人是日本天皇哦，所以在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奉上宫，我愿意无条件投降，不是日本政府投降哦，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帝投降哦。这个法律上哦，文字啊写什么话哦，就是什么人的，所以咱所读的册拢无同款。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伊想要改变历史，用假的历史骗咱台湾人。所以今日个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这个周边群岛是啥物意思？啥物是周边群岛？讲较白哩，就是台湾这块土地所连的土地啊。这个连不是表面上，是土卡啦，这个海下卡所看到连做伙大陆架，没有错。连做伙土地有包含尖阁群岛，尖阁群岛离咱台湾差不多400公里呢，但是边啊有一个叫做与那国岛，离桂花莲110公里。那就是周边群岛啊，所以与那国岛是属日本，啊，是安那尖阁群岛属台湾。这是因为挂以后，日本的这个总督迄当阵，将这个尖阁群岛改划归为台北州的管辖地。是因为安那关系，日本政府已经啊宣布讲，尖阁群岛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啦，这个落去要搁较深的，我即马暂时先卖讲。各位，你有看吼，尖阁群岛的迄个公里数，与那加罗较近呢。所以总共一句话，尖阁群岛是属于谁的？听清楚哦，属于台湾的。但是台湾是属于谁的？日本天皇。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跟现主席的日本战争以后要签条约嘛，啊，这个条约要怎么签？尖阁群岛归谁？归给日本政府吗 ？No。归给中国吗 ？No。是谁的？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是安那这样拢无讲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 B。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给剥夺，来这是讲啥？日本天皇将国家的代志、国事，完全委托由人民所组织的政府。刷落去，麦克阿瑟将日本的宪法、大帝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给改下，一礼拜就都给改了，实施新的日本宪法。所以现在日本。在波茨坦宣言里面说要给他保留四块土地，本州、九州、四国跟这个九州、四国跟这个北海道四块土地，出来呢日本天皇的土地怎样都想办法要给他用占领的方式暂时跟大日本帝国给跳开，所以引起现在的问题就是北方四岛苏联去占，独岛韩国去占，琉球美国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甲托管尖阁群岛、台湾澎湖、甲新南群岛。新南群岛是啥？就是西沙跟南沙。西沙跟南沙是属相的，是咱台湾的雇佣州的。在1939年3月29号、30号的时候，日本大帝国
的高雄州宣布西沙跟南沙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岛，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土地啊拢无解决，所以今日伫纷争诶，伫亚洲伫纷争诶，拢即摆伫解决。所以美国讲我要重返亚洲，重返亚洲就是啥？要来解决台湾诶问题，毋是干那台湾尔啦，尖阁群岛、八方四岛、新南群岛。所以过来就是最近所发生诶代志。因为我是认为讲，恁拢有伫网上有看过文章啊，所以我这部分要先甲跳过，等下我阁讲倒转来。美国伫十月七日暗时10:45，希拉里宣布，我要让除了37个台湾是37个国家以外的第一个所在，唔是国家的所在，要予台湾护照免签证，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对不对？来，我请问您嘞，您感觉你即马提迄个护照是台湾护照吗？还是中华民国护照？台湾护照还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啊，若提中华民国护照，你举手；啊，若提台湾护照，你举手，嘛是一定有人啊，奈无？各位，好啦，假设对啦，啊，你甲拍开，内底写啥？中华民国。啊，我请问咧，希拉里讲我要予台湾护照免签证呢，是要予啥物人免签证？是要予台湾民政府的人免签证啦。我甲你讲理由，你不要急着拍手。什么叫做免签证？我问你，什么叫免签证？什么叫免签证？各位，护照摕咧，去机场，随马上买一张票，就坐飞机去，一张纸币，迄叫免签证啦、啊，是不是？ 对不 对？日本就是安尼嘛。你买日本，你爱买，你买机票，你爱创啥免啊？啊，落去，啊，就是免签证啦、啊。可惜是中华民国的吴敦义讲伊的功劳啦。马英九免签证啦，但是呢，自从伊宣布以后到今日，中华民国所有官员拢点点很安静，都不表态。为什么？骗你的嘛，闹免签证。什么地方免签证？希拉里讲了，其实希拉里伫暗时10:45宣布，伫早时9点的时阵，我就接到电话啦。因为我过去伫上课的时阵，我有甲各位讲过。我是第二次宣布说，那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我头壳剁起来，给大家做椅子。啊，有人就说，打电话给我呢，秘书长厉害啦，你头壳凉凉啦。我说我头壳烧烧，我未凉呢。我甲问一句话啦，你提是什么护照？中华民国啊。西安人是讲啥？台湾呢、啊？啊，跟我赶快！哎、欸，啊，因都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哦，那是你讲的，哪一条的条约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你边划看，哪一条条约？敢有？没有没。过来，美国宣布台湾护照免签证，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台湾民政府所设的呢？是安怎？因为咱当时伫2010年9月7日，伫华盛顿地区办酒会时阵，美国就甲咱讲啊，我们会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已经开始去执行啊呢。其实，咱台湾民政府有上50件的护照申请，和美国的国防部甲美国的国务院，伊开始去讨论啊。我估计上万啦吼。即我无啥敢讲一个，我惊去美国出不去。不过呢，我是估计哈，应该在这个3个月之内啊，我们会得到美国的护照。这个美国护照就等于旅行证。为什么？因为东尼琉球
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以后，琉球的人要出国是提啥？提美国军事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呢 ？Travel document。今日咱告美国，我就问美国：，是那琉球的人提你美国军事政府发行的护照，啊，我台湾人竟然去提中华民国的护照，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一点点呢？但是呢，因开始在做，安怎做？8月20日，美国国务院内底台湾的网页内底已经将中华民国跟马英九拢去除啊！我看你都无咧看啦，你拍手拍假的。过来，10月2号宣布讲，我要给台湾护照免签证。啊，中华民国敢有免签证？我问你有无？没有呢。啊，那无你甲我讲，啊，不是马迄个报纸拢写免签证啊，足大字的啊，《联合报》咩，《联合报》《自由时报》足大字啊，免签证三字啊，你敢看无？看有无？我甲你讲，含受过训都咧敲电话话，我讲你嘛较拜托诶。你受完训还在认为说中华民国免签证跟台湾免签证是一样的，告免签证你要想看麦哈，伊即马讲 OK， 你要去美国 ，passport 都摕咧，买机票啊，坐飞机去美国，我甲你保证你好好等啊。你爱先去国土安全部的网站去上网填表，在网上填表。填报问题来啦，卖讲拢捌英文啦，捌英文也去玩看嘛？你懂英文的，系啦，啊，佫无几个呢，无几个呢，安尼免签证，啊，你去填表呢，迄拢写英文呢，拢是写英文的呢。第一个问题你就倒啊，你是哪一个国家？哦，来啊，你是哪一个国家？你甲顶。台湾，你甲并列 passport， 你的中华民国护照来这写，你是哪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啊，你就规规矩矩写中华民国。干那写这个啊，我跟你讲，你就倒转去啊啦。美国跟你讲，我是给台湾护照呢，啊，你中华民国我没有给你免签证呢，你就倒啊啦。啊，过来，好啦，这拢给你通过啦。你填好以后，你要将你的信用卡甲号码甲写入去。下去以后，若有批准，给你扣74块美金。74块美金等于偌济？3000块左右，对不对？问题又过来啦！你若无信用卡呀，你就免申请。啊，我找我妈妈的信用卡 ，No， 你要自己的信用卡。啊好，你嘛有信用卡，啊你啊，你嘛办好啊。啊，问题过来啦！伊讲，你的护照上面要有 IC 卡。还有 IC 的晶片，有 IC 卡晶片，你拿去我看。中华民国护照顶边已经有诶，你拿我看。无呢，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顶边都 IC 卡啦，有无？你甲看卖看咱来有无？咱有呢。美国老早叫咱做诶呢。哦，来过来，74块，是你若有通过哦。你若有通过，给你扣74块，74块现准是等于新台币差不多3000块，对不对？没有，给你多久？2年，有效期2年。你若讲以前 AIT 的面试交4800块，安尼多久？5年。即马给你2年，你就爱交3000块。报纸拢讲，我们可以省4000多块。看到贵嘞！你若2年交，你搁一摆去签，搁2年，安尼4年，啊，你头一摆开3000，后摆搁开3000，安尼开6000啊，后摆迄年若算一半，都7500块，啊，本来是4800尔呢，你有占到便宜吗？有啊！所以中华民国所有的报纸拢不可以相信啦，你看无嘛？要这边拍手嘛？我讲啊，你无拍手嘛？哦，恁敢那足有钱哦，甘愿去互趁的哦？你即马开7500块去换5年，
啊，人迄四千八五年，安尼讲好，省了四千多块，你看到贵有影呢？啊，台湾人看无呢？所以，中华民国迄高级的干部拢总足清楚的，伊就会骗，尽量骗，骗偌久拢无管伊就对啦。来研究是安那美国来安尼做 ，AIT 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国土安全部是正式官方的组织。哎，本来是由民间的组织，啊变作官方的组织，啊，他们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吗？没有 ，No， 因为 AIT 我上课半年前我就甲大家讲过。到年底，450个员工要抬到剩50个，这剩50个有法度去办签证吗？无可能啦！美国伫耍诈啦！伊家己本身要结束 AIT， 美国的军事政府要入来内湖，伊要将 AIT 甲结束掉啦。啊 ，AIT 的成立是照做一条法律来的，台湾关系法啦。所以我直接说来，各位讲，我的头壳好势好势保留伫遮，搁较好。中华民国护照永远无可能得到签证。安尼你听，你看有无？你一般你来无上课，你真正看无咧？啊，我讲吼，我预测一个代志，你听好嘿。我预测这个代，赶快，我用我的头做保证哦。我已经第三摆用头做保证啊。第一摆的保证是啥？80万的机票，80万输80万的票啦。今年，就是去年啦，12月31日最后一天的忘年会，我伫台顶宣布，马英九要赢蔡英文80票。有哦，我安尼讲有无？哎、欸，你若无提起，你若有，你爱看网络才有啦。迄当阵我就讲啊，对不对？迄当阵大家拢安尼，较有可能。迄当阵妈，迄、這个蔡英文局势偌好咧，啊，你会害，你会害。结果1月14日票投咧，差几票？80万，伊相差1000票尔。但是伊先输到80万哦，啊，才阁降落来。输798000几票，安尼有准无？我的头还阁伫咧呢，这是第二摆呢，着你内行啦。伊讲一直甲对面讲，你哪会知影？其实我上课讲过 ，CIA 伫咱的忘年会头前一礼拜甲我控制，特别讲，我当然要宣布这哦，淡淡呢，啊，若讲唔对，我讲诶。你较好心诶，我若讲唔对，台湾民众就关门咧。所以前三天我阁问一摆，会当宣布吗？用你做你宣布，迄毋是我今日伫遮臭屁呢？你等于去看迄个网络，咱个网络为第一届开始，甲40届拢总有啊，都没有剪接哦。80万票，已经输掉，迄是第一摆。第二摆，今年诶时阵呐、啊。因为因这个选举的时阵啊，马英九要上台以前，伊讲啊，做会当免签证有啊。4月份我就讲无可能，我哪会知呀？因为美国的国安局，就是国土安全部的人，甲 CIA 正式甲我讲，因为美国国土安全局甲这个司法院无要同意啦，谁来不会同意？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民政府伫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啦，所以美国有判决啦，因正照判决伫行啦。所以因为安尼，我会当甲各位讲，你听清楚啊，唔通跋倒去。AIT 伫即个两年内底会结束掉，美国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等来台湾，你来拍手。这很重大的宣布啊！我哪会知？因为咱整个
台湾民政府伫控告美国所有工作，是咱伫进行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以前用台湾公司法伫甲咱骗，含中华民国斗空啊，用模糊政策。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放伫倒？所以咱伫高等法院伫辩论的时阵啊，我就已经知影讲吼，美国法院啊，这个判决，美国的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啊，一定要去执行。伊安尼去执行是正确的哦，但是虽然速度真慢，但是讲起来以台湾来讲，速度真紧啊。过去台湾作为台湾的独立运动，拼四五十冬，无完成，颠倒搁倒退。所以你常常已经听我讲啊，台湾这个土地呐，既然是日本天皇的，你台湾要独立，敢有可能？敢那未输讲，这间厝都明明是别人的，你入去来你甲住，讲我已经住六十冬啊，已经没有追溯权啊，已经宣布讲这间厝是我的，安尼会使无？会使，你举手我看。真也未使哩，我请问你嘞，希望讲中华民国伫台湾做。带五六十冬，安尼讲啊，已经带遮久啊，啊，自然就慢慢演变为中华民国的。啥物理由啊？啊，有时效原则啊，占久就伫恁兜的。啊，那安尼，我明仔载要来占燕山饭店的。足简单的道理呢，啊，但是台湾拄着台湾人哦，转弯呢，足搞的呢。啊，这是安怎？因为六十七年来，台湾人所受的中国人的教育，完全扭曲价值观啊！台湾就是可怜在家啦。什么时阵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变作中华民国的？美国，伊讲我美国讲几下摆，2005年10月24日，鲍威尔已经讲啊，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嘛不是。大家讲啊，鲍威尔。你们的茅台酒，你喝的太多了，讲醉话。各位，人遐人讲的拢是实话呢，是你台湾人唔知影尔呢。上届考哦，就是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官员啊，全到底甲咱骗。所以你看，中华民国官员，大家都贪污啦。我敢甲你讲啊，大家都贪污啦。即摆现象出现咯，林益世，伊要贪污。竟然收美金啊，有无？为什么？那个黄鼠，那个叫黄啥？黄记什么话？我不管你啦，姓黄的就对了。伊收的是啥？黄金呐、啊，一条黄金一公斤呐、啊。为什么？你有去收过无？过去中华民国要安那要走路的时阵，用啥？用美金跟黄金嘛。同款的情形马上要发生了啦，中华民国要走路了啦。啊，若无可能，这款的现象演变出来，就许高级的官员开始伫收黄金，啊，收迄个美金啦。啊，好好，你收美金是变哪用？摕出来，我甲你，我100块美金，你敢走？敢有可能？不可能啊！要走路啊啦。虽然讲安尼，你伫外口去甲遐台湾人讲啊。你来上课，伊跟你笑呢？迄诈骗集团啊！啊，讲诈骗集团嘛，无要紧哦吼。好啊，你讲诈骗集团，比如讲伊讲的吼，我安尼啊，我无免话。啊，你比如讲，我爱表态，啊，干那我伫遐咧拼，啊，一支，啊，一支拢六七十个，我训练4000个，足艰苦的呢。我伫遐干那困两暗呢，三更两下。恁伫遮哦，我嘛是常。叫是去困的，恁交钱我嘛交钱呢，这是农场呢，农场呢，这是民宿呢，不是讲恁交的钱是民政府收起的，民政府那收无呢？我那是较艰苦，要创啥？总理嘛安尼啊，议长嘛安尼，咱的教务长嘛安尼啊，咱的副主席伫后边嘛安尼啊，伊住伫上海靠背就是咱的副主席啊，住伫屏东呢，一抓来回。坐高铁就3000块呢，啊，都家己坐计程车二万呢，啊，无钱好收啊，啊，
啊，这比讲哪甲你讲？哎，啊，恁台湾唔是讲恁家己要自治吗？恁家己要管家己吗？啊，恁家既然要管家己，恁该开钱啊！讲的有理呢，所以恁家己开钱来遮嘛是合理呢。过来，中华民国已经知伊要走了，当时要走。你敢看美国的宣布讲台湾护照有效期限两年？我大胆一下预测给你听，咱民台湾民众要接政权，这两年来底一定接到。你唔免着惊啦，我讲的话，甲记录起来，所以我叫你爱做笔记啊。某年某月某日，林秘书长讲，两年我们会接到政权。对，你录音真好，我叫你录音咩啊？各位，两年内，咱台湾民政府爱做的工作还阁有呢。美国现主席每一个月，不是国安局，就是国土安全部的人跟我见面，就是 CIA 跟我见面。伊甲我讲一句话，你听清楚哦。哎 ，Roger， 我英语名叫 Roger。就算我们 USMG 回到台湾，如果你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人数，我照常无法度将通知权来交还您呢。啊，这要交还的是什么代志？第一，你要训练四千名的高级班人啊。是安来规定四千名，啊，不爱规定三千，还是规定五千？为什么？特别讲，我拄啊开始，我嘛唔知影啦。我啦，总理啦，议长，阮遮拢戆戆呢。咱州长嘛同款啊，戆戆做啦。啊！我最近我甲问啦，我是挡袂牢啦。你要问无？遮细声，我来甲你讲。你要问无？对嘛？你要问，我毋则来甲你讲啊。啊，我已经问完啦。伊讲当年1945年的时阵啊，中国国民党带中华民国的部队入来台湾，迄当然台湾人是600万，因带偌济？带1000名。来管理台湾，所以因迄小学毕业的人啊，都伫做校长呢。我拢无乌白讲嘛吼。各位，咱即摆现主持偌济人？2300万呐，4000名拄拄啊好，吼，原来就是安尼来的啦。啊，所以即摆民进党也好，台独联盟也好。甚至国民党也好，啊！你台湾民进党遐人看起来拢无知名度啦，都不是精英呐。伊讲，尤其是民进党甲台独联盟讲，阮拼台湾独立拼遮久吼，恁就是摕着政权，我们也有位置啦。我讲你免想啦，免少想啦。你若无来受训，你若毋知影论述。我给你保证，绝对给你扫雷垃圾桶。你凭什么在台湾民政府里面要当官员？美国讲得真清楚呢。美国伊是安那到今日，伊不爱甲民进党坐来讲，不爱甲台独联盟坐来讲，所以台独联盟足不服的呢。伊甲我讲哦，是安那美国敢那甲你联络，为什么不跟我联络？无招式，无理赔。已经靠过足济关系，要甲遐国库安全局的人见面，他们 no， 为什么？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论述。伊若甲你来讲，坐落来先辩论台湾地位，啊，你要沟通一下。所以你如果不懂得台湾地位，跟美国没有办法沟通，他绝对不会跟你谈判。今日咱用过的，咱无武器呢。咱上界大武器啥？法律。我们用法律征服了美国。你唔能小看，我们可以征服美国这件事呢。真的，你不要小看呢。今日美国会来跟咱谈判，美国要宣布以前的12小时，就跟咱讲，我永远要宣布啥物物件。
我不是给中华民国免签证，我是给台湾免签证，同时中华民国的护照还要透过网路申请，真够贵啦！两年74块美金，啊，你要看所谓报纸，包括自由时报，节省4000块钱，你看到贵，算数都袂晓。各位，他不懂，他真的不懂，一直叫起讲，各位，咱等下台湾人上届台湾毛病伫对咧，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呐、啊，台湾是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停留的，我来证明给你看。你知道现出时间的中华民国所有人，若去参加国际组织，伊用什么名？Chinese Taipei 对不对？来，咱捌读过英文，上过课卖牙手哈，无上课再来牙手。Chinese Taipei 到底什么意思？捌读英文牙手我看。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啊，中华台北牙手啊，中国台北。哎，你无牙手什么意思啊？就无意思的呢，我上课上了半天，啊，甲你问你拢歪牙手，中华台北会牙手，拜托拢爱牙啦，啊哈，放来，啊，中国台北牙手，样啦，通通错，零分呐、啊，包括遐国际派拢零分呐、啊，你家己转去吼，你来打电脑，拜托诶，打英文的，英文版你卖卖怕中文汉字吼，你甲拍 Chinese， 看嘛。台北什么意思？伊就甲你写啊真清楚。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台北，刷你可以下骹甲你写 French comma London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Belgium comma London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 ，Korea 上海朝鲜流亡政府在上海。这是国际法的立下，流亡政府只有可以在一个城市，咱就计较足多咧。读国际法，我唔知伊是捌还是唔捌。其实我这个代志，我伫四年前我就发表啊，发表真无人，没有人拍手呢。啊，蔡英文发表，吼吼，大家对啊，对啊，对啊，对在哪里？你嘛讲了道理。什么叫流亡政府？当一个政府离开他的法定的国土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成立的政府叫做流亡政府。台湾这块土地从头到尾，自中华民国1912年开始成立，到这个伊流亡1949年12月为止，台湾这块土地从来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台湾这块土地。那个时候，这块土地谁的？日本，说日本的嘛零分，日本天皇的啦，对，日本帝国可以啦。啊，有清楚吧？你恍然大悟了。莫怪说全世界都知道，台湾人不知道。啊，只有自己说自己可怜，其实不是可怜，笨啊。你有承认吗？有吧？终于承认了。啊，不困不怎么讲？我台湾人偌巧嘞！哼！安怎像安尼安尼？我甲你讲，你来了无来上课啊？我甲你保证，你不要看报纸啦。你也要看报纸吗？乌白甲你骗，中华民国免签证，大家听啊！人希腊就讲啊，足清楚的，台湾 passport。台湾护照，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我连续写三篇：第一，台湾护照；第二，再论免签证；第三，晶片的玄机。我警告中华民国，你的晶片里面如果上面写国家写台湾，我给你报警，我马上去告美国政府。你说你要哪个？你不能忘记了，咱台湾的身份证，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发身份证的时阵啊，美国的国安局甲咱讲啥？
你不用写台湾民政府，你只要写台湾政府就可以。哦，伊甲咱讲，你写台湾政府就好。啊，咱迄个身份证唔是咱台湾印的哦，咱的身份证是美国的国防部下卡的公司设一个公司替咱印的哦。迄个公司替两个国家印，一个就是科威特，另外一个就是咱。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印了，印到今日为止啊，差不多4000个了，还是最近哦，速度较紧啊。头前的差不多一年哦，2000个啦，夭壽哦，2000个。人一只机器14-15亿的台票，啊，请员工7-8个，啊，租金印你2000个。哼，倒啊！我跟你讲，那你开的公司，你会倒无？倒无？绝对倒的嘛，是不是？各位，为着这个代志，咱嘛跟美国谈判，我讲拜托拜托，你不能下档这个公司，你不能把它取消，一取消我就哭了去啊嘞！咱跟总理啦、议长，咱这千万啊，都要倾钱啦。我讲安尼啦，我赔你啦。咱本来是500块给伊，咱收1000块嘛，500块给伊，其他的咱的工作人员的费用嘛，拢通塔了，还佫无够啦。要印的时阵，迄个公司就甲咱讲，你们要印，你们先付10万美金。这美国的生意拢安尼嘛，你相信恁在座有做生意的嘛？叫做钱金呐 ，fund money。10万，哈啦！各位，台湾民政府嘛，捌甲恁无款无？捌甲你无款，你举手我看。毋是干那你无尔啦，全台湾咱无向任何人无款啦。安、啊、有搞无？啊，你免拍手啊！当然啦，你免出钱送嘛吼，对不对？反正有恁去做嘛，恁只讲啊先去做嘛。台湾人的心态就是这种的、啊。两年内底，其实吼、哦，我普通是拢讲一年啦。咱若人数够吼，美国绝对咱接着正款啦。所以有人要无款，互咱，咱嘛唔敢甲收呢。收血钱阿扁安尼妥妥啦。有啊，即摆开始有人要无款，互咱无诶 ，no。你即摆甲收收诶吼，死到接着正款，甲你讲哦，诶，我要担任什么官？啊！你若转咱个什么官了、啊？咱民政府规定足严的，你若贪污啊，枪毙呢？绝对无客气的，我跟你讲，绝对无客气的。因为我无甲你无款，拜托你来做官员，我给你3倍薪水，你绝对袂当无迄个贪污啦，对不对？拍手一个，你若有拍手哦，会记哈，会记哈，你若有拍手，这都翕起来哦。你若贪污就死刑，我先来。谁都一样啊！我阁甲你讲，你若看吼、哦，咱中央去到地方，我拢家规定啊呐，食便当啊。到今日为止，2年啦。你问总理，伊遐大家问看卖啊。我若到一个所在，绝对是正食便当尔啦。甚至我拢食铁路便当啦，70块的尔啦。真好啊！你食好要创啥？咱最近登足侪报纸。这个说明，因为美国讲你要怎么样，好咧，好你这台湾人戆推啊，讲你们不是诈骗集团，我哦顶报纸啊。你既然讲我诈骗集团嘛吼，啊我就用诈骗集团，我顶报纸给你看嘛。所以咱报纸7个报纸，中时、联合、自由、工商、经济、苹果、联合晚报，7个报纸拢总顶。大家拢无款，啊！这钱为着来，我奉命，我不能讲啦，我会当用手势互你看啦。9月17，咱顶《自由时报》头版，迄、那个头版200万呢。《联合报》9月26号，搁顶一摆 ，A8。你拢无关机嘛？我嘛无啊。
咱控告美国2006年十月二日告以后，美国惊到啊啦！最高法院伫2009年4月7号判决5点，你爱记？其实你若免记嘛，有嘛真简单啦。你本买这本册就好啊。你来想啊，一本500块，你袂输吼，广告吼，电台的广告哇，中间袂用的时间的广告。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唔是广告，你一定爱买。这一本是1000块吼，但是受薰的人是买500块。我讲你吼，卖假婚，卖假酒，啊，查某的吼，女孩子吼，胭脂一条卖买就有啊啦。你买等只高吼，你爱烫呢？你唔是挂好看的呢？囥个领导客厅讲，吼、哦，我读这大本，你爱去烫啦？所有台湾问题，伫顶关拢我都摕到解决啦。各位，咱台湾民政府2006年十月二过以后，甲2009年4月7日判决，但是呢，台湾的报纸甲你写啥？林志升告输了，我告输了。啊，我甲你讲啊，卖讲伊英文袂晓看，含美国的法律制度他都不懂啊。最高法院打狗的时阵哦，最高法院讲国务院讲，你限期要答辩，结果到限期那一天啊，国务院递了一个状子，我们放弃抗辩权。原告是咱呢，台湾民政府呢，被告放弃。我讲的伤大声的款，我被告放弃抗辩呢。这很简单的啦，放弃抗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原告所说的，我完全承认，你在抗放弃抗辩，这简单的理由啊，这样我哪有可能输？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定出来 ，deny， 什么叫 deny？deny， 等于讲 deny 就是驳回 ，no， 不是驳回 ，deny 意思啊？待审，等待审，那个审理，怎么样等待审理？美国的法院一年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一年用 TV 啦，抽150件啦。啊，但是美国一年内底送到最高法院差不多1000件啦。啊，150件爱抽，啊都抽无到啊，啊待审。啊，即摆美国的参议众议开始咧发动讲哦，那个案哦，你不能代审啊，你要帮他审啊。但是高等法院这个判决里面讲5点：第一，听清楚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我们没有国籍啊。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人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第四，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主动协助原告。第五，承认台湾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这5点，美国的行政单位霸个嘴，这是咱台湾现出是今日本土台湾人上界大的武器甲武力。你先卖派谱啊！我若无甲你解释，你看无啦。啥物叫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你讲奇怪呢？啊，我明明提着，你有啥新闻证无？新闻证甲摕起来看麦啊！来来来，新闻证摕起来看麦啊！新闻证顶管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不是？是不是？啊，奇怪呢！啊，你是中华民国的，啊，虽然没有国籍。所以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是给你骗，为头骗到底。我们是没有国籍呢，啊，来问题产生一件事：没有国籍，你为什么去当兵？没有国籍的人，你当兵是什么意思？做兵就是要效忠，你国际法来做清楚啊。你对这个，你效忠这个国家，所以你去当兵啊。所以你讲美国哦，叫你来做兵，
讲马上跳过绿卡，马上给你公民，有无？你怎么看？这新闻慢慢看嘛，对不对？全世界拢同款，做兵就是表示效忠，这个效忠是代表一个人所属的国家啦。所以台湾人免做兵，你会问讲奇怪呢？我明明做两当，我做三当呢？安尼变安怎？赔？什么人爱赔？什么人爱赔？流亡政府在被插鼻，美国啦，始作俑者美国啦。美国，你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啊，他都判官，你不要看。第五点吗？所以什么人爱赔？美国啦，伊出来战，我不跟你骗。但我今晚拢不爱讲，接着政权再来。讲做三年，讲个要求讲爱赔一年，蔡东营啊，你会记得不？哦，什么三年啊？没有法院。两年、三年拢免做啦，你做三年赔一年，够戆的，真正够戆的。啊，赔到尾安那，无呀，无算计就无愿赔啊，你有看无？所以这人苦嘞，这民进党拢输啦嘞，苦嘞。你坚持嘛，你若真正讲爱赔，坚持嘛，啊，这样免赔啊。啊，迄阵人哦，做三年哦，拢戆啊，皇帝运量啊，无然你搁开钱呢？啊、你开钱的目的在哪？你想讲哦，我开两万块哦，啊，不定给他赔80万呢，哈，无呀啦。你的法源在哪里？啊，国法律啦。你无法律的基础，你要告啥？二二八讲你告中华民国的政府啦。啊，你看到鬼样啊？伊给你裁，你搁甲告，当然嘛无罪。这下煞就讲，啊，你讲。做总统要将中华民国并掉，对不可能，全世界无一种的法律讲，你会当这个国家的法律啦，你去做伊的总统，你家己消灭你家己啦。法律没有消灭自己的道理啦，所以你选掉中华民国总统安那，害死台湾人啦，对不对啊？啊，你别拍手，你拢吼足奇怪呢，听甲足爽诶。啊，拢袂见呢！啊，我嘛讲个，足用力嘞！我你来反应啊！我唔知影讲，你听有嘞？啊，我想直直讲，讲你听有啊，听无？啊，大家拢嘴啊开开，迄毋是头一摆啦！我每一场的演讲吼，差不多即款经验啦，哈、啊，我毋捌听过呢。各位，第二点，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你提的是中华民国身份证，国民身份证，所以代表讲你中华民国的人，对不对？啊，我请问你咧，美国人的老爸甲美国人的老母生的囡仔是？到位，那唔敢讲娘啊，就简单嘞嘛。什么人甲什么人生的囡仔同款嘛？牛，迄公的母，迄公的牛甲母的牛生的囡仔绝对是牛嘛？跟我讲。牛甲牛生的囡仔是马，你敢捌传？你捌传无？捌无？这普通的常识呢，台湾人拢搞不清楚呢。但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囡仔绝对是美国人，对不对？唔对，牙手。啊好，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囡仔是？对嘛？我请问你，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阿公阿嬷，是不是日本人？啊，你什么人？无啊！你的身份证顶面写中华民国啊！你的身份证写是不写中华民国？你讲不讲白餐啊？你哦，袂当入去美国啊，原籍遣返。你讲你台湾人对不对？结果你是中华民国啊！你原籍遣返，等于美国已经发生三件了。伊写台湾，海关甲刁了。啊，你身份证摕了好吗？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你有找钞票无？你找一张起来看麦。中华民国，你的钞票是中华民国，你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啊！你跟我讲你是台湾人，你欺骗我，你原机回去。啊！飞机无安啦，坐去澳洲，搁摕倒转来800块美金，你家己拿。我讲实在哦，有这个情形哦。美国愈来愈清楚啊，问题是台湾人还搁咧困。
迄民进党遐人安怎讲呢？甲我讲呢？即马透过我卖讲咱的国战啊！阮哦，阮已经拼台湾独立嘛，拼足久啊啦！你就是台湾民众接着政权吼，我们也有一席之地啦。我讲哦，你走错房间哦，你要出来再进来这个房间，我才会给你一席之地啦。啊，你走错房间，你伫个房间，你家去坐，看你要坐对对，记载你。上届考的就是讲，每届你选举的时阵，咱家讲。卖去邓票，不要支持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自然灭亡。拢甲你讲，啊，我若无邓哦，国民党，我要邓哦，什么人？我话邓无邓哦，民进党啦。啊，我咪，何拢哦，中国民众掉了，按中国人拢掉了去啊。各位，民进党敢是台湾人诶 ？No， 民进党党章第一条，你变一个变好卖啊？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啊，伊若动出来就变成啥？中华民国啊！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和中国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中华民国的简称就是中国嘛。所以中国国民党你看就知影哦，迄中国人我不爱等伊，我很讨厌他。啊，中华民国民进党你看无啊？伊中华民国不爱讲啊，但是讲民进党哦，你台湾人爱台湾哦，你要等我啊。啊，是安怎？遐人唔知影吗？遐人喜欢那边来选举。我阁甲你讲，为着三十块啦。哎、欸，为着三十块，我甲美国讲，美国嘛嘴也开开呢。为着三十块，什么三十块？全世界无一个国家规定讲当选的时阵还是无当选啦。你若有几票啊？遐票数乘以三十块，合理啦。全世界无这种的呢，咱大家去。足远，还千里迢迢去订票。像我以前户籍伫高雄，我就坐飞机去，坐飞机转来呢，去啊订迄个总统的选举呢，陈水扁啊。啊，我订好伊安那，我唔是干那飞机票呢，我就阁了三十块呢，因为一票三十块呢。蔡英文609万，一票三十块，1亿8000万，跌落少少。伊跟我讲，哦，台湾人生活真困难，我可怜。有 ？No。用这个选票继续骗台湾人，引诱台湾人去开始参加选举，让伊延续伊的生命。中国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啦，台湾人就戆到袂白上，就是安尼啦。你替伊做工，交交税，让伊替伊做兵。我问你咧，马英九即马现主席的部长70%以上拢是中国人。所有的演艺界好赚钱的，拢是中国人。你甲看对一个，唔是你甲我讲。啊，咱台湾人安那，拢做啥？查某囡仔，做骷髅。啊，那电视里演的，当属地拢是中国人。台湾人敢会当做查某囡仔吗？台湾人啊，生了较水的，我甲你保证，甲你冰起来。敢那一个例外叫林志玲啦，迄我也小妹。无啦，迄我袂讲的，名共款尔啦吼。各位，我你讲拢熟悉嘞，你当去等于去甲查查看，你去遐名去甲查查看，几乎70%拢是中国人。你即马民进党小我讲的哦，伊讲哦挑拨族群呐、啊。各位，你挑拨族群怎么挑拨？台湾人占85%呢，和15%管不要紧。今日的少年呢，拢找无头路啦。今日少年呢，大学毕业、硕士毕业，找无头路，一堆啊，愈来愈散。你也看卖啊，几年前台�湾大学毕业拢有4万-5万块。即嘛22000都量要找袂着啊啦！韩国大学生已经78000，新加坡大学生已经67000，台湾无定无进步，歹去搁退步。我刚看一个报纸，目屎险啊连落来。一个大学生
助学贷款，读些书，无毕业哎，毕业啦，找无头路啦。伊安怎讲呢？伊讲，伊家个爸母，迄爸母年纪高囝呢，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呐、啊。因爸母甲救哦，伊要跳楼啊，爸母甲救呢。伊讲哦，我对不起恁呐、啊，我助学贷款我还未起，我不爱阁甲恁拖啦，我自我了断啦、啊，跳楼。啊，台湾人的悲哀呢，所以我告伊讲，我有甲总理报告，嘛甲伊哩报告，台湾民政府若接款的是去一天，绝对甲宣布90万的助学贷款，90万人的助学贷款一律取消免停。台湾人就职哩读册。竟然马英九，迄高中生、大学生一个月甲补贴3万、4万、5万，刷了一个健保。各位，你读未起册，因遐人摕咱的税金的钱伫饲因呢，刷入去因啊！马英九，我甲你讲，马英九甲我建中同期的啦，我是考入面的，我是联考考入面的，数学100分呢。马英九是啥？是侨生呢。建中迄年啊，录取900几个啦，一个编班讲1200个，24班啊，奇怪。我较算说，较算900多，何里算1000呢？那有可能讲24班，一班50个人啊，上排20班呢，哎，4班是啥物人？拢侨生啊，就是马英九这种的啦。今日马英九还在玩游戏，伊即个从中国人甲带来只读高中，甲伊的路线拢同款。时到呢，大学甲你补上，因为马英九考大学时，伊考掉淡江啦，佮加分入去台大法律系啦。迄年的台大法律系，敢若一个人考不掉律师啦，名叫做马英九啦。刷入去，伊拿中山奖学金去哈佛啦，你毋通叫是哈佛是成绩好个呢？钱高就有啊呢，迄年伊哈佛嘛读几啊年才毕业呢，靠迄个教授吼，甲伊评分互伊过呢，落尾迄个教授无头路呢，转哈佛来，敢若一个人考不掉美国的律师啦，叫做马英九啦。三流的这款人来，你统治咱这款一流的，我认为我是一流的。啊、这感谢啦吼，这无叫恁拍破啊！哎，我小学毕业吼，我是南部啊，岛人啊，庄下囡仔。我小学毕业考初中哦，100分数学。啊，初中毕业，啊慢，稍等嘞。初中毕业考建中啊，数码100分呢。我头脑真正真好，我无挨骗。所以这不是我好啦吼，阮爸母的 DNA 啦。所以吼、哦，囡仔若袂晓读册吼，我拢袂甲怪，爱怪你家己啦。DNA 若无好，你是要叫安怎读？所以呢，但是我讲吼，会晓读册，还佫其他，我嘛缺点真多啦吼。反正我不会音乐，啊，我不会画画。哦，我为小学开始看到画画就惊要死个。哎，暑假吼，到尾从3年，我记小学3年，哎、欸，我谈到最好呢，我一直甲细汉哦，差不多。2回代志我拢还阁会记呢，啊画画吼，小学三年，我教个同学，我开始写迄个暑假作业吼，我一个上午都写了啊，爱替我画画，伊开画两张画，啊我教你吼，夭寿啊！迄年阮老师宣布讲吼，林志升你下这个学期吼，代表我们学校参加美术比赛，马上闹开，我去承认，对不起。人替我画，啊！我同学足好画，人伊吼，迄个水笔，迄个水彩吼，啊，那好，我好水，哎，真正天才，啊！但是我数嘛天才，啊！所以人呢，有伊个优点，啊，嘛有伊个缺点，所以我常你讲吼，民政府执政以后，我无要做官啦，做官都要有啥物人去，给咱个蔡总理啦，
蔡总理吼，甲即摆去做新呢。你捌看到即款人？即款人绝对袂贪污，我甲你讲，甲派出所咧。喂，我有通看到伊吼，咱要来上课吼，啊嘛伫伊个田伫边仔尔吼，伊嘛安尼做干咧规身躯呢。他们讲我这外缺点啦、啊，我真细汉吼，家里环境就很好了，我没有吃过骨头。啊，所以呢，啊我嘛后尾大汉吼，嘛足好趁钱。啊，为失败就是失败伫中国，办事银行拢要收起。你是我的唯一失败啊！啊，所以呢，我常哩讲吼，咱每一个人吼，拢有自己的专长。今日台湾民政府要来，你来这里受训，咱就是要扣你的专长。所以咱这个明仔暗时的迄个啊，做座谈会哦，你要尽量表现，表现你，因为安怎，咱民政府接到政权的时阵哦，爱派大家人去接待接所有职位啊。啊，所以公务人员遐人哦，事务官呐、啊，咱甲保留，政务官。由完全要由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人去接掌，但是各位也知道，你要受过高级班的训练，喜欢来高级班训练，因为高级班的训练的时候的内容就不一样了，就讲足深的落去啊。这无你坐落要跟美国谈判，你会谈判？咱请这边派50个人去印度德兰沙拉访问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咱50个去呢，包括尊者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总理、流亡政府的正副议长是14位议员，甲伊外交部的部长，拢喊咱50个人斗阵翕相、斗阵讲话、开会呢。我问你咧，民进党敢有法度？无呢？卖讲民进党啦，国民党有法度无？无呢？荷兰的电视台。德国的电视台、法国的电视台、英国的电视台、美国的电视台、Australia 电视台、图伯的电视台、欧洲那边都给我们报道呢，甚至联合国住在 Tibet 那个西藏的流亡政府那个人，他说他也知道呢。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咱自己呢。达赖喇嘛说一句话啊，你们有黑熊部队，我们也知道呢。咱有黑熊呢，黑熊训练的时候，日本的主队嘛来参加，陆海空啊，少将啊。日本的前国防部长爱知河南，两礼拜前才来咱访问一只演讲啊。各位，什么人做得到？谁做得到？台湾民政府做得到啊。所以。我同你甲美国讲哦，美国讲我们怎么样协助你，我免来甲你协助。我爱遮个人笑诶，甲你看无，不要跟你说咧，讲咱诈骗集团。诶，我甲你骗啥？各位，恁交诶钱是付住宿费甲食饭钱，恁十顿咧讲食十顿，困两暗，民宿讲一暗讲交一个3000块，有过分吗？敢有？我跟你讲，我总理啊，跟迄个议长啊，我去屏东啦，一食唔讲16000啦。啊，因为咱的州长王宝义啊，王州长特别去高雄啦，怕对折啊，还佫8000块啦。阮三个人困一间咧，啊，阮唔敢开钱啊，啊，其实嘛无钱好开啊啦。你知影咱在遮？是咱这人拢共款，阮你咧食饭，我嘛食饭，我嘛出钱呢，毋是阮食免线的呢。所以你要搞清楚呢，毋是讲你交的钱，你看吼，咱按怎后壁叫你去500人的餐厅，我们这个庄主啊，农场的庄主呢，伊咧去的，啊伊嘛足甘心的呢。你知影你今仔日在上课，这设备拢通上床的。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尤先生创的呢，伊安怎创？我甲你讲一个，你要听无？要无？遮细声的。我甲你讲，我迄当时演讲的时阵吼，因为我四个演讲嘛，我伫台湾全台湾到处伫走。演讲的时阵，伊拢坐伫上后边，
啊，我其实我有做到这个人啊，奇怪，我这场看到伊，后边一场阿妈佫看到伊，啊，拢坐伫后边，啊，过来阿妈佫看到伊，连续三摆，伊来再来甲我讲，林先生，你讲的我拢赞成，教化你台湾有一条路一定对，我愿意提我的所在出来，交予你台湾民众去办。我讲你若听到这话，你要相信无？相信的举手。啊，无相信的举手。我甲你讲话，我无相信啊。你会相信？我看到鬼，我不爱相信，你会相信？无缘无故，一个所在后壁七家的土地一栋，拢通要交予咱使用，你要相信？我当然不相信啊。但是他不赶快，后壁两条还搁在那里坐。每一日甲我讲。啊、我不得已啊！我甲咱个财务大臣戴志多先生去美国转来，我系退场，安尼啦，你较艰苦，你走一撮去甲看卖啊啦。伊就走来遮看，伫遮敲电话甲我讲：“欸，秘书长，敢那有影呢？你要马上来。啊”我都无车呢，因为你自己你遐嘛爱来，我就自己人车来啊，600块，来吼，遮拢房间呢。这种房间呢，我看看吼，我上课爱教室啊，用爱教室爱偌大，我就甲讲，差不多当带200人安尼啦。然后我唔等伊啊，隔两天佫敲电话，林先生你佫来看，我一个看我入来惊一条啦，拢讲了了啦，伊家己讲的，伊我叫我讲，我哪敢讲？你敢敢讲？我也不敢說啊，伊家己讲啊。楼卡房间一间一间拢整理出来，有通间的，啊，嘛有迄个弹簧床的。啊，后壁起价的土地拢总交你使用，所以坦白讲啊，恁甲交6000块，甚至高级班交10000块哦，无可行嘞，真正无可行嘞。伊到今日为止啊。伊有八个查某囝，我每一摆吼上课来讲，有八个查某囝，大家笑到要嗨。伊一个查某囝拢结婚啊嘛，迄天吼，因个代表来找总理，甲来找我，啊，总理随酸呐，啊，你甲秘书长讲着，伊哪甲讲嘞？林先生，阮爸爸这个所在，互你用，我欲叫伊养老吼。啊，阮遮查某囝，都爱一人阁出100万，去迄个餐厅，因为我顶回咱高级班吼。一箱250个来啦，要到300个，这拢挤袂入去啦，这拢挤到甜甜甜啦。伊讲哦，阮无收入，无要紧，即叫阮都爱出嘞。我讲哎，咪、欸、我，系恁爸爸的代志，迄是恁爸爸的代志。啊，有啥你过甲讲吼，你听清楚啊。啊你啦，高级班哦，想的人哦，我每一人送一个捕蚊灯啦。因们看捕蚊灯嘞，在东京得到捕蚊灯迄发明奖嘞，一粒1000几块呢。所以吼、哦，我跟你讲好消息，10月12、13、14高级班那参加吼、哦，一人来摸一个捕蚊灯回去，甲拍手就开紧嘞。你要讲摕捕蚊灯，你免拍较大力嘞哦，爱互伊听，伊嘛伫楼下咧听课呢。安尼吼，拍手嘞，伊就袂当反悔啊！我替伊宣布，咱真正讲，今日咱台湾民进会当速度真尔真尔紧，独派民进党做40、50年，敢有进步？无呢？啊，无伊的理由，甲你讲啥？你台湾人不够合作，不够团结，咱敢真正不团结？我会记足清楚呀，每一摆。在东华迄个时阵，我迄人高中生尔，伫个房间听迄东华你讲话好，嘴拿破了嘞，我也哈听啊足爽的拍手嘞，啊，大家你肯钱我嘛肯嘞，高中生也无偌济，拢肯嘞，肯起才发现讲嗨啦，含坐紧，哎，咪坐迄个坐巴士钱都无啦，为房间行等于弯道行，要到2点钟久，迄当时一种的热情嘞，啊，落尾啊，你来看即马，叫你发动你的示威的时阵哇。真多人去啊！你敢无去？拢嘛去啊！100万人、50万人有无？啊，但你若去遐弄死，也无插你啊！有啊，报纸有啊。什么唔敢插？迄个无良心呢？死恁去死啦！
赶伊伫做啦。所以我甲你讲，伊甲你讲哦，最近我甲你讲啊啦，我们要革命。好啊，革命好啊。三样做前锋，恁遐人去做前锋，袂当叫咱去死啦！啊，因在后壁咧做官啦。我甲你讲，台湾民政府唔免叫你去死，你伫恁兜坐，中华民国政权就高兴啦。但是，咱唔免直接向中华民国呛声，我向啥物人呛声？我向美国军事政府呛声。中华民国和美国去对付就好啊。咱唔免介面对面直接为敌，这就是用法律上介好的所在啦。你讲对不对啊？所以，恁今日回去以后，恁睏足好睏的，因为你伫厝里等，中华民国自然就到。你来看嘛，希拉蕊讲到这么清楚啊嘛，整个。南海地区要用国际法解决，奥巴马说整个南海地区要用国际法解决，习近平不能休想野田说要用国际法解决，有吗？你有看吗？过去跟我们听到国际法没有呢，什么人第一个说的？台湾民政府第一个说的呢。法律的东西不管你多败啦，你如果没有法律，你后面都没成功啦。中华民国从以前骗咱骗到今日，到今日已经无法度甲咱骗啊！伊即马你惊啥？我甲你讲好无？我的情报嘛很灵通呢。咱即马迄个身份证哦，叫大家讲伊申请日本时代的户口成本有啊？你讲偌夭寿呢？啊，唔想夭寿啦！中华民国即马下令，所有的户政事务所拿来申请日本时代的人数，叫伊甲记起来，一个月有几件？因为伊伫算讲伊个性命过偌久啦，伊袂当拒绝你啊。今日若甲你拒绝，伫即个户政事务所甲你拒绝，无要紧，你去别个户政事务所照常会当申请，因为种拢连线嘛。啊，伊唔敢废掉你，我甲你保证，伊若敢废掉，后摆我绝对甲死刑。啥物人废掉，迄人第一个甲枪杀。你个枪，你遐个人。即马开始，咱个身份证哦，足好用个，你知毋知？第一，去监理所个办哦，甲拄出来，袂唔敢甲你拒绝呢。第二，高铁你若有65岁以上个哦，你去买票个时候，你甲拄过，伊若无予你票，我随在你，因为阮足济人去甲试啊，当然我也袂65岁啦。我即所谓若有65岁哦，我讲你莫摕身份证，你摕即张就好。拢通过啊！我免钱袂使啦，半票啦，系啦。哎，啊，迄张就真好啊！啊，无你想啊，佫无钱，哇嗨啦！各位，身份证愈来愈侪人，中华民国倒的速度就愈来愈紧。伊嘛，你算讲伊的性命佫偌久啦？啊，我甲估计，即马美国甲咱要求4000名，对不对？我甲你讲原因嘛，啊，即摆身份证爱贵呀，爱贵贵件。我甲你讲啊，头一摆你甲我讲，差不多2年前甲我讲，一办650万，夭寿哦，650万，我甘愿搁过，我摆650万要补啊，当时，那台湾人遮尼啊颓啊，拢颓啊面的啊，你甲伊讲哦，煞你搁甲你骂咧，对不对？恁有方骂无？有无？有诶方举手，有诶举手。哦，咱算不离有老实啦。我跟你讲哦，你是有人讲，你是空啊，国民党袂甲你掠去啦。各位，要掠先掠我啦。2006年甲过，过甲今日，我报纸顶遮尼啊侪钱，毋是我出的就赢啦，已经顶800万啦呢。啊，奈无甲掠去？嗯啊，自由是卖一摆200万啊。哈，拢无，拢我讲，唔是，迄唔是，迄拢互买去啊。迄天哦，咱顶拢掠起来，拢摕起啊。我讲，大家拢伫收集啦，台湾民政府的广告伫收集啦。啊，你免收集，
你今你这边来只水分以后吼，你要转的时阵吼，你会当摕，但是我甲你讲哦，迄是我的血汗钱哦，因为你知你拢无捐款嘛，我每一个月，阮小弟公司我有挂董事长吼，我领的钱哦，拢落伫遮呢，我定也无加，所以阮小弟对我很烦呢，因为足侪年啊嘛吼，所以呢，这边印30万分，你要摕几分，我都同意。但是你一定提上的那份，一定要把它分出来，这样好吗？好。啊，你如果说好的都举手，啊，你如果把它弹掉，你肚子疼，我先跟你说。因为我不能给你救助，我跟你说你肚子疼，你可以提，你分给人。啊，我跟你说一句，不要吵架。对着腿那边呢，啊，这不可能啊，笑笑就好，换一个。美国甲咱讲啊真清楚，我唔免你台湾人同意啦。我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嘛，就是旧金山和平条23条嘛。啊，你无同意，搁战一摆嘛。这就是台独代表战争啦，是美国甲你拍，唔是中国啦，伊中国是纸老虎啦。中国的代志吼，你若上国际班，我就甲你分析甲足清楚啦，迄另当别论。今日美国的态度正清楚啊，因为咱自己个啊，国家吼奥巴马爱派因小弟来跟咱见两摆面啊。咱自2010年的7月7日，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替咱伫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迄办公室还佫伫咧。主址就是我的名片顶悬的主址。恁会当打电话去问，可恶就是讲一挂民进党甲台独人民讲，阮打电话去吼，哎，敢若有迄个攻读生呢？你免烦恼，秘书24小时是无啦，上班的时间绝对拢坐伫遐，乖乖伫遐。到今日为止，这个办公室还佫伫咧，但是啥物人拿钱？哎，迄足贵的呢。美国的税收恁知影嘛？10几万呢，走未去呢，一个月，咱拢无拿钱啊！啊，是安那美国安尼做？啊，我讲唔对，我袂当讲吼。因为当年美国甲英国拍入去伊拉克的时阵，美国承认伊拉克的民政府，当时成立民政府有20几个组织，拢叫做伊拉克民政府，但是美国。将华盛顿 D.C. 已设好势的民政府甲刷入去，捐款交予伊。安尼今日才有伊拉克啦。所以现准时的今日，台湾已经有4个民政府啊。但是我甲你保证，到明年的时阵啊，民政府差不多有上无要过10个。民进党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伊派萧美群。去跟美国说，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美军进来，我们马上抛弃中华民国，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美国说，那，我们有一个台湾民政府，现在在华盛顿 DC。国民党也说，我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在今年的5月20日，国民党马英九就职的时候，墙壁挂一个东西，一个旗子。顶冠是红的，下骹是青的，中是12迄个迄个啥？迄个是毋是光芒啦？迄膏药啦？你有看到无？报纸有啊？哦，来，你有看无？伊就职有啊？你有看无？耶、yeah. ！联合报、中国时报拢无你写，这是《自由时报》的啦。美国甲我讲啊，真清楚。国民党去申请讲，伊嘛要做台湾民政府啦，一支啦。美国说 no。哎，我唔是啦，我跟你讲，各位，即马等台湾民政府为过去，为2006年10月20日告美国到今日，咱的进步实在是神速啦。用飞啦，直升机飞啦。所以你今日
我甲你讲，你毋通感觉讲，你来上课三工啊，上两暗，我来课两节课，啊，你啊，你了对这台湾的就是很清楚 ，no， 你懂一半而已，可能一半都不到。你爱看册，我讲几啊摆，就是新台湾论啦。你毋通叫是讲新台湾论500块，你开足多呢？内底资料啊！敢若编遐资料，我无甲你骗啊！比我诶人较悬啊，拢原文啊！你大学毕业，你去读下物啊？看爱读读偌久啦？拢原文呢？你读读毋是安尼尔呢？你着爱个重点诶提出来呢？台湾的论述在这里面呢、啊？台湾的论述尽简单呢、啊？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内底第二开始就讲啊，清朝的皇帝和日本大皇帝、日本帝国的皇帝两个签约，台湾是交予这个日本天皇。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对日本天皇没有处分。显然没有处分，迄个时阵。代表日本的是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长，叫做崇光葵。崇光葵签迄个投降书的时阵，伊的身份伫投降书内底足清楚，伊是代表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两个，所以可见的天皇跟政府是分开的。日本天皇没有受到处分，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Right, title 甲 claim 后壁拢无加 s， 因为头前一个 a l l o， 你读过英语知影 ，o 的后壁一定是数复数，复数爱加 s， 啊，为什么没有加？你看，当时看这物件，你还不一定清楚，你就爱看1947年。2月7日的意大利条约，意大利条约内底的23条，伊讲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个 claim 就是主张呢。为什么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的时候没有那个 claim？ 很简单呐、啊，过去遐国际法拢退的，不要研究啦。因为台湾这个土地原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但是1937年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皇民法，1945年4月7日实施宪法，日本天皇的诏书出来，为4月7日开始，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全世界以前。有 colony 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啊，有没有例子？有，《马关条约》内底，本来伊将辽东半岛挂好日本天皇，但是三个国家出来抗议：意大利、德国跟苏联。No， 根据国际法，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跟割让，这个辽东半岛就是奉天啦、啊，奉天就是清朝伊的原发地啦。所以日本天皇过十天以后，才签一个《辽南条约》啊，将奉天啦、啊，将这个辽东半岛，搁向个日本，向个清朝的天皇啦、啊。因为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是放弃伊的 right 甲 title， 所以呢。你就知道，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在那个时候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今天日本国家有的人说、啊、你如果既然说我们台湾人是日本的国籍，这样我来告日本政府要讨日本国籍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现在日本的国家和大日本帝国的国家有同款吗？不一样的啦。所以咱的国籍是啥？属啥？属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因此呢，有人讲我的老爸老母拢日本人啊，啊，我应该日本人啊，所以我甲过日本啊，啊，日本伊来将国籍还我。日本的国定法呢，1986年宣布 ，no，
因为现在日本政府不是大日本帝国，所以现在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有说，现主席的日本政府的国民的人民、叫做 日本天皇的国民国民，咱台湾人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听清楚，臣民新民、大臣的臣、臣民、新民跟国民有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什么人比较管？臣民比较管，所以日本人现在都来我们这里上课，我说、你比较客气、我是天皇的臣民、你是国民、我管 你一级，所以日本现在开始发动什么？废弃日本宪法，他也要跟我们一样要做臣民。我说你如果做你也比较慢、我们较早大兄跟小弟、你做小弟我做大兄，所以日本政府日本、已经决定说在今年的十二月叫他们那些地方上的少年的议员还是参选人、都来我们这里上课。同时呢，我也决定说上过高级班的一次可以四十个和他们合作的变朋友，五天四晚，明年的三月每一间大学二十个人，一摆拢二十个人，五天四晚，咱嘛是四十个人男做伙，密切合作。你讲好无？咱哦，咱即摆训练超2200个，但咱有一半少年啊。这是很主席的，伫台湾来讲，遐独派内底对袂到的。即摆台湾的所谓的独派啊，已经叫啥？老人会买便当请你，人都不爱去听演讲，四五十年讲的话拢同款啊！咱都要较拍拼嘞，我们不够团结，你自己搞无搞得啦？乐观好因啦，唯一一个团体，咱不是团体，咱是国家呢。美国甲我讲的 ，Roger， 你们是国家呢，你们不是政党呢，所以。学了你来的时候，咱免搞什么什么政党会，没有啊。我们国家收什么政党会？后摆台湾的政党两个党名，一个叫做共和党，一个叫民主党，跟美国挂钩，安尼就好啊嘛。啊，台湾民政府很主席，要跟美国军事政府签名哈，所以台湾民政府有参议院跟众议院，参议院免选举，民政府直接任命。众议院给你选，你台湾爱选嘛，给你选啊。但是后摆选举不是很出奇的中华民国用选法啦，你要选哦，来，所有候选人拢来，拢甲我带伫国宾饭，袂当甲我出来，袂当买票，袂当宣传，你要宣传来，你的证件甲我讲，啊，我甲你办电视的迄个证件会，安尼落去投票，选举那就开钱。选举开一个变成啥？乌道的一条嘛，有钱啊，伊敢开啊！你知影即摆选举偌恶劲呢？你做里长，我去拜访你，乌道的把你拜访，我这200万给你，我要啊几票？啊，若无你就该死啊！安尼奈袂调？即款选举敢是民主的选举吗 ？No。所以呢，咱民政府拄啊开始的时阵。我估计差不多头前的九年无要选，参议员免选啦，众议员互你选啦。这个制度就是甲日本的制度同款，众议员先开会通过法案送来参议院，参议会若无通过，拍倒转来你阁重审。啊，真简单啦、啊！你像即摆伊中华民国立法院相拍，免在你相拍啦。咱民主席，咱的民政府内底没有投票。我跟你讲，投票就分裂啊！后摆众议员要讨论问题、沟通，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门关了，袂当出去。沟通到结束了，才放你出来。你好大，你搁一礼拜卖沟通嘛？我无要给你吃呢，给你水尔呢。沟通到大家都有结论啊，请出来。安尼好冇？好，你拢讲好吧。台湾的刑法两种尔，一个死刑，一个鞭刑。你想看卖啊？你犯罪，
我就搁甲你饲饭，搁叫人甲你顾，搁起厝互你住。啊，若烧热，搁来冷气，无烧水，搁来烧互你吃烧水。啊，你看到鬼样影，安尼我若要来反对，变形就解决了嘛。什么叫变形？你知道？你想想看，变形很简单呢。你看新加坡，我记得有一个诈骗集团哦，叫拍一个一下子变形哇，电视有出来哇，已经过一个月啊，惊到安尼开卡金开卡金啊，伊讲哦，生不如死啊。迄图吼，互大家看啦。所以变成啥？全身躯的衫爱脱了，头前互你一个腹垫，啊内物啊，你看，迄有开无？物一个就安尼。我甲你讲，台湾的犯罪啊，会零啦。我甲你讲，你讲安尼没有人权，哎，歹势吼，啊，比海家的人权呢，对不对？你有赞成无？呀，那无拍手，拢是后摆想要犯罪的人。我跟你讲，后摆两项呢，鞭刑甲死刑，我不爱撩米。所有的监狱拢开放，变作观光饭店，那就好啊嘛。啊，你拍落吼，拍死吼，等于告家己啊。台湾人讲告牛屎啦。啊，若拍伤侪会死，对不对？啊，不要紧，后面若规定一百个了。啊！医生讲，这人敢会堪要拍三个，无要紧。一个月以后，再来三个，啊，搁一个月搁三个，你就生不如死。啊，你搁犯罪，我看嘛，你搁犯嘛，对不对？安尼，这办法敢无好？好的不得了啦！日本人三亿的时阵，祖妈咪就是迄个啥？海啸发生以后，日本人足规矩的，西边医院排队，一个插队都没有。迄、那个汽车排队，大家有羡慕哦？全世界拢羡慕，恁拢袂记哩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甲中华民国部队入来中间60几天的内底，台湾的这个民众啊，迄守法的程度，惊死全世界。没有犯罪率，没有警察，没有军队，但台湾人素质足好个呢。是迄支那人入来台湾以后，甲咱教歹去个。什么人知影？什么人叫做红包？台湾人以前唔知影什么叫红包个啦，规规矩矩啦。我个爸爸是做主任督学，我印象有够深啊。有人送来红包，阮爸爸就叫阮妈妈，迄红包啊摕哩，迄搭哩海口呢，包车红包送倒去行伊。日本时代人啊，互我的印象有够深呢。我小时候啊，到今日为止，我是阮爸爸的影响啊非常大。阮爸爸以前甲我教，我的偶像是啥物人，你绝对唔知影啦。我甲日本人讲，拢惊一条啦。乃木希典，乃木希典捌做过台湾的总督。日俄战争的时阵，总指挥，伊两个囡仔，你知影以前的战争吼，是拢冲锋呢。啊，若冲锋就绝对死啊。两个囡仔，迄囡仔嘛真好，甲因老爸请愿讲：“你派我当前锋吧。”因老爸唔知影讲，伊去一定死吗？绝对死的。伊的下骹乃木将军的下骹的部将，超工将因囝甲调去后备部队，因囝讲 no， 老爸嘛讲 no， 两个拢死。乃木希典，落尾变做日本的战神啊！迄人是我细汉到今日我心目中的偶像，所以我向中国绝对袂投降，你免烦恼啦。我向美国嘛袂投降啦。我甲美国讲，你要照法律来，这个法律是你写的，你要遵守。除了我告以后，我最近要甲告的时阵，美国奥巴马因小弟来讲，卖阁告啊啦，阮哥哥即摆是选举呢。我会知啊，有条件啊，你护照紧给我，我就不告。阿爸喏，差不多半个月，我来甲问一摆，现在进度到什么地方？
琉球的人摕到美国军事政府发的护照，我台湾人的地位跟琉球同款啊。为什么我拿不到护照？我要拿的中华国护照。你今日四个月讲台湾护照，世界上没有台湾护照，也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了。啊，你今麦大家拢摕中华民国护照，你拍开你的国家 ROC 啊？你听看没啊？我给你保证，你若听过，绝对拒签，绝对不爱和你去。啊，你讲有较俗无？两年叫你交74块，超3000块美金嘛？哎，三千块代表对不对？30块啊？74块嘛，按两年有效嘛，和你讲签两摆四年嘛，啊一摆3000块，两摆偌济，6000块对不对？啊，搁一届是啊，一年算1500嘛，啊6000加1500，7500嘛，啊你去 AIT 即马是申请偌济？4800嘛，啊4800签偌久？5年，你台湾人不要算算呢，报纸甲你讲哦，省了4000多块。啊！大家拍拍手咧！你看台湾人有可怜无？啊！你讲我台湾，啊！你摕身份证出来，中华民国啊！你的钞票，中华民国啊！你的护照，中华民国啊！啊！你别入美国海关，伊别甲你讲你转去，才怪呢！所以我会这样甲各位讲，我伫遮很大胆的预测，互你短2年，长1年啊！你看，短一年，长2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会取消。你知影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是啥 ？The people on Taiwan。来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翻译我听。我这中文什么意思 ？The people on Taiwan。The people on Taiwan， 你要翻译不？中国人，无外省啦。啊、发钱，我跟你讲吼、哦、，The people on Taiwan 啊，你上届老翻译，你嘛写中国，哎，台湾人啊，对不对？啊，不问你来啦，旧金山和平条约和上海公报、美中的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来这讲的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一个 of Taiwan，The people of Taiwan 是什么人？马英欢迎马叫做台湾人啊，两个都台湾人啊，你看美国有考过无？那是我呢，我读册是一字读的呢。啊，你看到鬼 ？People of Taiwan， 啊，这 People on Taiwan， 两个不一样呢。那 People on Taiwan 就马英九啦，伊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的人啦。那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咱在座各位啦。本土台湾人啦、啊，安、啊、有亲无？足亲的呢。所以有阵我咧写这个文章的时阵吼，想讲嘿，这台湾人是要怎回来了解？你真正是这世人吼、哦，拢生活伫吼、哦、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内底生活内底啦。啊，拄着代志拢无多解释，拢有一套。自我解释的话啊，你请在独白讲下，单龙子怡讲下，台湾经过总统选举跟啊，就总统选举跟那个民主选举啊，啊，逐渐演变为民主独立国家啦。我听无咧，你听有无？你听有无？听会举手我看。你听有，我嘛听无啊。你会讲下，我不是我的我。你听有无？请我家去玩看，我去李登辉引导啊，我甲请教啊，哎，报告总统，啊，你那个我不是我的，我是秘书，伊在笑诶，我也不知道诶，我甲真正应该甲讲诶，我也不知道诶，啊，可啊，我讲台湾人是有够可怜诶，政治人物拢讲一寡你听无，伊家己人听无诶，谢长廷讲宪法一中呢，我甲你讲哦，这民进党就可。俗啦，同款呢。当时利用台湾人的感情，你甲恁骗钱。我讲一句实话，足后悔。我以前做胡伦社，诶，这个社员的时阵啊，伊要选举哦，我一个人甲捐20万，迄阵20万足大呢。我甲招24个人呢，400多人一块桌呢，敢若你楼下迄块桌同款呢。
后悔呢，后悔的要命呢。伊即马去啊，讲伊祭祖啦，啊个泪流满面呐、啊。所以吼、哦，你甲看美国人何瑞元呐、啊，伊是为德国去的。我干脆我若过着何瑞元，我哎、欸、你是美国，哎、欸、你是美国人，也是德国人，伊这里甲卡过。你在说什么？这台湾人竟然有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呢？你台湾人说台湾，你甲中国人什么关系？所以美国正式甲他讲 ，ID 卡2300万内底，听清楚，你马上做笔记哦。我讲的拢算哦，这种容易哦。恁那点迄个伫咱的网站顶面，恁会当看。2300万内底，其中有中国人300万扣起来，安存2000万人。2000万人内底有一半的台湾人认为讲伊是中国人，所以佫扣起来。所以你会即困难的嘛？你拄着一挂人，伊讲伊是中国人嘛？你该讲啥？所以另外一半，这是咱正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1000万人内底，过去伫选举的时阵，投票率平均就是67%，所以有670万。670万的时阵，无到20岁，啊，甲年纪较大，读起来，美国因的统计数字是超占一半，335万。335万内底，联合国承认迄一个小的国家独立的时阵，公投啊是12.25%啦，12.25%啦。但因咱台湾发身份证，所以咱唔免公投，用这个身份证的数量来当作是公投。所以335万乘上12.25%，等于大约40万。所以咱有40万申请身份证，有4000人受过高级的训练。美国就一定要将政权来交予咱台湾民政府，好唔好啊？咱今日已经有目标好难落咧，咱大家看得到，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你免看遐啦，我的机遐唔是遐啦，迄度啦。即是讲吼，美国到今日为止，伫宣布讲台湾护照免签证，刷落去，予咱一个真大的礼物。对你若训练4000名的高级班，啊，同时佫加上40万分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政权要承认。所以咱即摆在拍拼，咱即摆有11个单位，有6个州，一个自治政府，就是高沙族的自治政府，一个妇女总会的会长，妇女总会的会长怎啊坐遐啦？后壁咧台湾看一下，郭伟珠郭会长。欸，我想你讲吼，一管一半呢，因为一半是查某的，一管一半。啊，过来，咱三个宣达团的团长，按11个单位，后摆马上会阁增加9个单位，农林组合、文化协会、商业组合、工业组合，吼、哦，啊，阁反正咱的网顶有啦。你爱去，你若上过课吼，你爱去咱的官方网站去注册。啊，你是40级，你会记得。后摆。你的派任，咱是照基数来，这是政治伦理啦。你免烦恼，40级算真早啦。我估计咱车接到政权的时候哦，超100级啦，所以40级吼、哦、算是头前的。查甫拢无要紧，甲年龄嘛无关的。先讲年龄无关的，国民党当时来的时候，小学队当做校长嘛，啊你敢无读小学吗？你绝对从小学以上嘛，对不对？哦，刚有无小学毕业有无？拢有嘛？啊，你学历拢比中国人较悬，自己拍手啦！恁绝对是精英啦！你唔通去互伊骗伊啦！伊讲咱唔是精英，伊才是精英啦！伊那是贪污的精英啦！大家个个贪污啦！医生啦，10块哦，我讲用伫咱老百姓上济3块尔啦。所以吼、哦，真可恶啦！因为外课呢，后日还阁一节课。但是呢，我明仔载我同款，我就是坐伫楼骹啦，我袂当走啊。啊无吼，即摆若无看到我，就讲奇怪，爱走去倒，魔飞的。我拢有伫咧，吼、哦、啊！今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中午拢无休困，因为我不习惯休息。哦、啊，即摆下课，啊楼骹呢有点心，哦，你去食点心。啊，即摆吼，即摆是还阁热天啦，啊，若到寒天吼。你若来受训哦，请我3天会肥3公斤啊！
做你去食，啊，这菜拢袂歹呢，吼、哦。啊，今日呢，考到这个所在，啊，结束，啊，这个考到这吼、哦。啊，咱的明仔载为换换同款，后日早时七点半的时阵吼，啊，照美国政府的意思，上过考一期结束的时阵，送你一面美国的国旗，大面呢。啊、哦，免费赠送给你，而且这个国旗你摕上去爱挂出来，啊，若去有风扇破，啊是甚物啊垃圾去，会当免钱摕上来换，哪怕是只有剩下一条布条也可以换。啊，所以呢，你尽量用，但是美国干阿一个要求，袂当用德国，爱用旗杆。伊讲你台湾人就要用德国的啦，用德国去人挂，所以吼、哦，这国旗吼、哦，袂当用德国，一定爱用旗杆，好冇？会免钱的呢，好不好？好，多谢各位，谢谢。好，谢谢。一军，今日下课。